我叫那边一个简单一点，就是一般打招呼哈，就是台湾就是见面就说你好嘛，因为我们越南的就新早就是我们就是选到洗澡，洗澡的他有相思的意思，是新早，新早，我是你好的意思，对。那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越南语的你好，新早，我们一起来说，请新早，这是越南语的你好。对，下一个。